六十三期啦，啊，每期拢无同款吼，因为台湾的历史有四百年，所以即卖是讲啊日本时代的第十四集。啊，安尼随甲你讲十四集的内容吼，啊，你嘛无啥透懂，我都爱甲你讲头前吼，至少日本时代，咱是安怎过去的？日本人伫1985年。正式占领台湾，为澳队登陆。啊，澳队有三个清兵，看到日本兵来吼，哇，排武器就走，走去倒，走来台北城，转哦，官兵变强盗，中国兵吼，拢比强盗去抢钱。抢劫，啊！抢劫要就是本来是穿便服，抢劫要就穿军装就去抢劫，啊！抢到这个政府的单位，哦，啊！台湾人呢，也得过到菜刀，都跟日本兵来下，为三甲开始下，哦！啊！咱有几个台湾民族英雄，北部甘大西。中部瓜地好，南部林小鸟，用个武力，甲日本政府安尼对呛。七年耍咱拢用消灭，七年耍了都是有14年的，安尼甲革命者、甲革命者14年，啊14年过了后，才进入用个。文的啦，就是文化协会成立啦。文化协会成立，伊就请一个去留学的学生登来台湾，举行一个座谈会，哦，啊，和每一个台湾人觉醒起来，哦，安尼这个文化协会真大的功劳。文化协会在当地进行的时阵。1928年，谢雪红为苏联回来，变作共产党。谢雪红专成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。哦，啊，日本警察嘛厉害，给抓着，啊，上登来台湾，上登来台湾就抓一堆台湾人在上海，变作共产党。日本是无赞成共产党的。啊！掠登来台湾，掠登来台湾了后，这个法官讲：“啊，你这小姐呢？嘿，放你出去啦！啊，都该放出去。但是你知影，这谢雪红真有组织能力，哦，要就这个文化协会，哦，都酌情左派，去和谢雪红的人哦掌控掉的。”啊，谢雪红的这个不，文化协会迄个发起人哦，蒋渭水，啊，蒋渭水哦，啊，看过未做，这個、文化协会变作共产党啊，所以过去成立一个政党，哦，成立一个党，这是台湾人头一回有政党，哦，啊，即卖位置大，咱来讲起，哦，讲起这个。农民有什么运动？哎，无 ，no function。这个哦。台湾民众党，民众党就是这个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官，因为台湾文化协会哦，变作左派人得着，左派就是挖共产党的人得着，所以林献堂、蔡培慧、蒋渭水、谢春茂，
伊袂行即个社会主义路线，所以脱离了伊过去浮起来的文化下位，哦，另外要找出路。啊，行开即个文化协会，吼、哦，有两派，一派是代表地主的蔡培慧派，蔡培慧北港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一派就是蒋渭水派，蒋渭水派是宜兰人，嗯，两派无同款的因素是基础，蔡培慧派。敢若想伫日本统治下，通过合法的手段来侵犯台湾子弟，哦，这是蔡培慧要行的路。蒋渭水派就是要挖掘工农阶级，组织全民的台湾人，通过民族自决。这是蔡培慧做学生的时阵的相片，啊，北港人，啊，这是民众党的本部，哦，民众，这大概党，这里党，本部，就总部了哈。台湾民众党哦，在台湾哦做几样。大大事哦，反对总督，总督府恢复评议会，等子弟改革促进运动，反对史政纪念日运动。下面就是史政纪念，因为6月17，1895年6月17，日本正式在这个。台北的中山堂，即摆的中山堂啦，吼、哦，就是伫衡阳街迄搭吼，成立史政纪念。啊，台湾人讲吼，这是体景，体吼、哦、就是廉耻的耻啊，史政纪念的吼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反对的吼、哦。这个纪念日，敢若咱即摆讲光复节，啊，就台湾闹光复。台湾是去予人占领的呀，讲吼这是绝对唔对的，一个思想教育吼，予了咱台湾人哦，妄议，想我是中国人呢，吼、哦。会德渡华旅舰运动，会德保驾制度运动，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人的鸦片独裁政策。向统治者要求严惩武侠原住民释放毒气事件，哦，这第第以后咱有一出电影哦，就是讲这个武侠原住民的事件。哦，民众党是安怎成立的？蒋渭水哦，因退出文化协会了后。就要组织一个政团，哦，符合台湾全民的需要。蒋渭水认为过去解放运动的失败，哦，因为参加者拢是知识分子，所以今要成立一个团体哦，一定要有基础的农、甲工、群众为主力，都爱伊想法就讲，我袂使干呐读书的人来参加呢。一定要普遍，啊，这个是民众党的国旗，哦，啊，那放三粒星哦，无啥清楚了，但是有小可像中华民国的迄个味滴的啦，哈。1927年2月初十，伫武峰林献堂的厝的哈。蒋渭水提议，即个团体叫做台湾子弟会，哦，啊，伊是纲领有二，哦，咱台湾政治上主张
主体主义，吼、哦。咱第一，这个台湾经济上主张台湾人全体利益，吼、哦，通过合法的手段拥护吼、哦、无产阶级的利益。但总督府哦，讲哎啊，你这用个民族，台湾民族，嘿，这里很刺眼，哦，不准，哦，所以蒋渭水哦，就把台湾子弟会改做台湾同盟会，但是嘛是照常不准，哦，这就是蒋渭水先生。蒋渭水是宜兰人，伊去读这个台北医专吼，医科啦，台对即马代医学院的前身吼，也是一个医生。经过两次的失败了后，蒋渭水出袂火，写春报，搁在台中当东华。回社，大家来研究新政党的办法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个名称叫做解放协会。哦，解放协会，咱即摆听了真刺耳。伊落就是共产党的意思，吼、哦。解放，吼、哦。啊，招44个人在台中，吼、哦、开会。啊，要就个名吼，甲温和台政。革新会，好、哦，这回吼、哦、是提出申请是叫蔡培会申请，总督府对申请不准，理由是有台湾人全体解放废除保甲制度，日台日并用这块人这块字哦，和日本人感觉无爽快，嗯，这是一张相片哈。哦在彰化北门口，哦，右起，哈，右边是右边起，前排右起，对，这个庄垂盛，这连文清，啊、哦，这个叶荣忠，哈、哦，啊后边哈、哦，后边右起。这个奈何啦，好、哦，大概这个奈何，好、哦、，OK。蔡培慧是什么人？蔡培慧哈、哦、是云林北港人，哦，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了，就在公学校教书，加入台湾同化会。在林献堂的帮助资助下，去日本留学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科二部，哦，这就是蔡培慧有受到林献堂的迄个金钱上的帮助，到有法度当去日本读书，哦。1920年，哦。做台湾民报的发行人，哦，马上1923加入文化协会，哦，啊，但是伊嘛加迄蒋渭水，被抓去判刑4个月。日本人对共产党是爱抓，但是判的刑哦，无人死刑啦，哦，几个月啊，都给你放出来。甲蒋渭水共同组织台湾民众党，后来因为蒋渭水支持农工运动，1930年8月，蔡培慧因哦，一群人都跳出去，佮组织一个党，哦，叫做台湾子弟联盟。我个。有这个蔡培慧、蒋渭水68个人在台中聚会，啊，名叫做台湾民众，啊，
啊，成立大会，但是总督府禁止，嘛是总督府嘛不听，嘛不该支持啊哈。原因是第十一任的总督山上满之进认为该团体是日本人御用的团体，啊。原则上是培植他们，但是不使原谅因在土地上种的小麦种子是含有台湾民族意识的毒草，就是伊亚罗的经济是含有台湾民族的这意识的来对，你不能看到不使，你不使有台湾民族的这意识。所以咱今日在讲，就是在讲台湾民族，甲人无同款的所在。咱毋是中华民族，咱是台湾民族，吼、哦。要安怎看？咱是台湾民族。迄啰，我问一个以前的话啦，吼、哦。天顶有天公，地下什么公？大家拢知影，安内母古公，对，母系社会，老母这边的母系社会，台湾人的血液吼，85%是平埔族，这个数字是马偕病院的这个林玛丽医师吼所公布，伊也是专门在研究 DNA， 我讲那85%。敢有遐悬？吼、哦！你甲平埔族一个淡薄甲平埔族嘅人结婚生一个囡仔出来，结果这个囡仔是70%是平埔族嘅血统。吼、哦，平埔族嘅人，啊，所以咱台湾平埔族嘅血统哦，都经过两代三代哦，啊，拢嘛变平埔族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习惯哦，啊。天顶有天公，地下母古公，就是母系社会，老母是掌管者，哦，掌管者，所以哦，这个老母的迄个阿姑，哦，老母的迄个兄弟啊，坐大位，不是老爸那边的兄弟坐大位，这就是这个母古坐大位的原因啦，吼，啊，嘛是讲啊。哎、欸，你都即款拢会晓讲，不过讲，就是咱就是平埔族，吼、哦，咱是台湾民族，毋是中国民族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些日本人哦，伊警觉到台湾民族的意识，那该甲小麦一起收获的时阵哦，这台湾民族的意识哦，都会染来，吼、哦。所以禁忌。台湾民党的成立，这就是日本的总督，第十一任的总督哈，山上满之进。台湾人成立台湾第一个政党，就是台湾民众党，啊，禁止民党，但是蒋渭水哈，因积极进行，在1927年6月27日。哦，甲台交界台湾民众党创立的会议，所以用个台湾民众党的名来申请。哦，啊，这个林明、谢春木等等的人，哦，做创立委员，哦，推动台湾民众党。这个、叫做黄州，吼、哦，黄州是这个彰化人，早稻田大学毕业，啊、哦，这谢春木，这嘛是成立的重要要角之一，啊、哦，1927年7月初十，台湾人第一个政党诞生了，哈、哦。新党的组织
由夏春木对总统府、总督府哈、哦、提出备案，哦，啊，第七月初十，台湾人第一个震动终于产生，第台中啊、哦、巨婴楼召开台湾民众党成立大会，啊，迄阵有62个人参加，哈、哦，啊，大家推举洪元煌做议长，黄州。啊、哦，任书记，啊、哦，啊，新的建党产生。这当时日本的一个较民主淡薄，温准咧成立这个另外一个政党，啊、哦，啊，即马看起来讲，啊，台湾这个民进党一成立，是谁人做幕后指导？蒋经国，蒋经国讲你去，恁一挂人哦，啊，有一挂是挖蒋经国的，啊，去成立民进党，所以民进党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哦，不是台湾民进党，这个大家爱较注意，哦，民进党的后边的幕后控手控制员哦是国民党，哦，这咱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看。你就知影，哦，啊无，民进党成立第多一间旅馆，燕山嘛，燕山饭店，燕山敢要助力这個民进党，无可能啦，啊，就是，就结果讲，当燕山就当燕山嘛，哦，所以大家有这个小细节，你都能看出来。这个，但是这个日本政府照常掠着台湾共产党。日本政府在掠共产党的方法哦，就是因一贯的方法，就是直直调查，直直调查，看这个人去个向接触，还是去个这样接触啊？安尼哦，做一群哦，一天内底拢该掠个，啊，一边拢掠几千个，哦，啊，所以一网打尽。像讲这赤色救援会哦，筹备关系是抓310个人，其中150个人被起诉。王明川是最后一任的委员长哦，就是文化协的委员长哦，啊，也佫参加剪辑哈。干结哈，诶，恰色救援会哈，伊嘛受着逮捕，啊，逮捕了这干结哈，唔是共产党员，但是被判王炳川哈判四年，啊，但是坐六年哈，1938年王炳川出狱，但是身体已经坏去啊，哦，啊，迄个时阵中国发动侵华战争。7.7事变，哦，台湾进入战争了哈，哦，所以这个王炳川较早死，54岁就死了，哦，这个就是王炳川。王炳川在抗日民族。定亚中是一个不屈不求的抗日斗士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忠烈凛然哦，应予褒奖，入仕忠烈祠。但是你台湾人入去忠烈祠了后，就去由中国人给他吼出来，撤除牌位，哦。无咧，所以哦，忠烈祠哦，是中国的忠烈祠，不是台湾的忠烈祠，哦，遐若要坑台湾人哦，要食饼。后人评论，在日本时代，无得酌情的人，只有御用绅士。在日本时代哦，
你那无惊左派的吼，你都唔是正常的人，吼、哦，阿不就是御用绅士，都、就是阿不就是出去做料别啊。哎、欸，这句话真厉害，吼、哦。那有先进的思想，大家拢来酌情，啊，那也酌情，这爱问问题。共产党干咩厉害？我遐共产党真厉害。列宁革命成功，1917年，甲苏联占遐尼大个版图，革命成功。过两年，1919年，伊认为共产党是一个真好个理论，所以扩张，而且扩张要叫啥人做？所以成立一个叫做第三国际，哦，第三国际专门伫各国，哦，去推动推翻原有政权，成立共产主义的政权。伫东欧几年来，对哇，十几个国家拢变成共产国家。啊，中国咧，中国嘛要甲伊成立共产国家，哦，啊，所以伫1927年、1926年，来甲谢雪红，谢雪红是彰化人，彰化人哦，啊，伊厝个真善，哦，啊，虽然都该卖出去，啊，较大汉个时阵哦，专因翁带去，东京，啊，为东京去上海，啊，在上海才拄着一挂中国人抗争，吼、哦！啊，迄阵谢雪红想讲伊是中国人，吼、哦！啊，对迄个抗争哦，啊，这个伫中国的共产党的人哦，看谢雪红真好，因为哦，这个是一个查某的，所以若要游行哦，拢叫伊徛头一个，吼、哦！为什么叫伊徛头一个？游行爱徛头一个，就是哦，这。啊，多啊变哦，迄穿袂怕查某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徛头些，啊啊，谢雪红，吼、哦、林，所以迄个时阵一评语哦，大家爱阁看一遍。在日本时代，不酌情的人只有御用绅士，大家拢酌情啦，啊那不酌情的都是尿杯啊。总统府认为台湾民众党的东江政策，哦，已经那个台湾民族主义的迄个色彩吼缓和，哦，啊，所以讲 OK， 但是条件就是蒋渭水不得参加为条件，哦，但是这项民众党无赞成。这在1929年一个随时翕的相，台湾民众党，台湾民众党到底是些什么款的政党？哦，民本政治，是实行立宪政治。要求台湾制定宪法，反对把握三权的中独，通过宪法、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者完全分立，台湾人应有立法部的协战权。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，哦，和贫富差距减少。通过耕者有其田的原则，鼓励
自作农哦，消灭大大地主，废除特权阶级，采取社会主义，防止资本主义的跋扈。阿玛西爱改革社会的陋习，反对人身买卖，废止聘金制度。要娶一个某爱哄聘金嘛吼，啊，当时咱也得反对这聘金制度吼。婚姻自由，一夫一妻制。日本时代是一个人能娶过来某，吼，有钱人娶愈侪某，无钱人无某。消灭迷信，哇！即马咱台湾的电视台吼，哦，迷信的迄个节目哦，真多。啊，你愈看愈迷信，啊，你卖快看，卖去头脑去会碎去。禁食鸦片，日本人哦，利用鸦片哦。来咧做代志，举一个例，咱台北要去宜兰吼，有一条路叫做九弯十八弯，就是山区的路。这条路要袂做成的以前，这条路，这是规个山区吼，拢反日。啊，日本人叫郭文良，我予你做台湾鸦片的总代理。啊！你去处理这山区的代志，所以伊专去这个山区内底哦，讲啊，我予你这个哦，敢那景美、新店、啊、大坪啊等等的这个所在哦，诶，鸦片专卖权。啊，你下开一个保障对哇？啊，再个设分行，哦，你知影咱？台湾真卡，即卖还阁有挂一块圆牌啊，写烟甲酒，吼，啊嘛有写盐，盐即卖是较无啊啦，吼，看袂着。烟那写薰酒，就是吼，即个经典吼，会使卖薰，会使卖酒，吼，啊卖薰就是卖鸦片薰。蒋渭水要求民众党的党员，哦，把党看作是你的母，咱的宗教，哦，啊，万事为党牺牲的精神，哦，那讲吼，主义共款，以前的仇敌嘛会使变作同志。主义若无共，今仔日的同志也会使变仇敌。这些咱台湾民政府已经发生啊，哦，咱有一挂人无几个啦，吼、哦，啊都跳出去，哦，啊另外组织，哦，所以爱甲因切割关系，但是因爬袂起来了，吼、哦，已经很显然的。两个月了后，有动员439个人，直播设在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甲、南投、嘉义、台南。1927年，召开第一届临时中央委员会，选出中央委员20个人，哦，啊，成员有蒋渭水，哦，等等的人，哦。王寿禄哈，台南人第一个德国医学博士，1925年回来台湾。
啊，佫刷了伫洪来国，台北的洪来国吼，聘请林献堂等作为当党的顾问吼，设立15个所在民众党支部吼，啊，这支部的名台北支部宜兰啦，啊，桂林啦吼，啊，十字等等。这就是哦，市外溪啦吼，这间市外溪，啊，这个这江山楼哦，内底，好你看，啊，但外口这民众党成立吼，翕相，蒋渭水第二次党员大会通过，对阶级的问题的姿态。啊！发表文章，哦，我理想的民众党，台湾民众党指导原理甲工作，请大家合作合力来建设一个坚固有力的党。台湾民众党的特质，台湾民众党行阶级运动有矛盾吗？哦，民族第一的主义哈，这个文章哈，作为台湾民众党的指导原则，干啦，即卖咱的迄个秘书长一写几啊本子，哦，啊，这都是咱的指导原则。啊，即民众党的指导原理是啥物？全民运动甲阶级运动同时。存在并行了哈，拥护农工阶级，协助农工团体，哈，农工商联合，哦，组成全民运动，哦，照顾农工阶级的利益，集合台湾各阶级的民众，在党的指导下实行。解放运动，这蒋渭水，蒋渭水的老爸吼，是一个敢那党基的吼，啊，但是蒋渭水本身吼，来台北读书吼，啊，改变了伊的思想，吼，都无去行因老爸迄个。旧的路线，啊，啊，这基啊，咱头都有讲过。在农民运动顶头哦，甲后期文化协会吼，提起台湾农民组合，台湾农民组合，就是讲要安怎来反日本政府，就是。我用农民来换，哦，但是这你要拍一个农民组合的组织吼，真困难。除了南洋农业组合有42名，水丰农协会吼，同农民协会，大家的新的农业。农友组合啦，吼，七八九十名，啊，其他的所在要叫农民来参加，真困难，吼。第二次大会，过一年，1928年7月15日，在台南开，有120个人参加，啊，在会上改选新干部。啊，非常通过反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声明，啊，同时给日本总理大臣、外务大臣、劳动党、日本农民党、政友会、民政党、东京日日报社，啊，庐山大众党、东京民会发出电文，啊，就是说
这个蒋渭水因要推动这个时阵哦，当时的日本政府也阁算讲相当民主啦，吼、哦，伊国内冇许反对派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就开始政策吼，吼、哦，来教好即挂人，伊讲民众党认为日本内阁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解决东三省的问题，啊，甲废弃不平等条约的态度，显然是破坏民国的统一甲东洋和平的行为啊。就是讲，因无赞成这个民众党伫推行，哦，推行一寡政府伫推行一寡运动哦。但是日本建设用过内容部分做借口，禁止公布，中独阁运用分化政策，哦，暗中宣传爱甲民众党分开，哦。这个时阵，蒋渭水已经甲民众党的领导权撒在伫手下啊。但是有一挂人，吼、哦，甲民众党来讲有，讲有总联盟干部，拢看民众党是蛇蝎了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一挂是 outside 了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就是啊，民众党有啥物组织，有啥物行为，吼、哦，在1929年的时候，在南京孙文死去，吼、哦，在葬礼哈，派员参加，吼，啊，召开孙文的追悼会，啊，但是日本政府禁止。1929年7月17日，啊，要求地方自治尊重言论出版自由。实行义务教育，严禁鸦片，哦，废止度化。1929年7月13日，哦，民众党首相向首相禀口雄信，哦，啊，控诉第十二代的总督，哦，离任时除大利和利益和大地主家资本家。1929年6月初一，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孙文奉安典礼，蒋渭水除了派员参加以外，命令民众党各支部召开孙文追悼会。但日方为此哦，惊支持台湾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哦，所以禁止。1929年7月17日，哦，民众党甲新任的日本首相哦，冰口雄信哦，提出建议书，要求地方自治。尊重言论出版自由，哦，实施义务教育，严禁鸦片，废止杜华令，哈、哦。这吼、哦，这甲即阵的社会哦，也差不偌济。即马即个，咱的。迄个时阵要求地方子弟尊重言论出版自由哦，啊，严禁鸦片，哦，这个是一个首相，哦，1929年7月到1931年4月，哦，
买手去用拍死，啊，就是讲哦，迄个时阵哦，日本人有钱的人哦，在日本国内底哦，敢那相当普遍的哦，啊，所以去用枪拍死，啊，等下，啊，杨兆佳，啊，这是台湾人，啊，台湾民报的主笔。伊个堂侄杨基全，有人知影杨基全无？杨基全吼，因某即马伫迄个台北吼，迄毋知虾米街吼，去一个有一间老阿厝，啊，专门和即个反对派吼，入去来对演讲。这就是杨基全的太太哦。1929年，蒋渭水向新任的第十三代总督提出建议书，甲有关总督府官员贪污的资料，或者。秘密给告出来。哦，1929年，在你个里，民众党对鸦片的政策，哦，要求命令台湾总督府停止发给新造，哦，啊，伊个电文是台湾政府实行鸦片瘾者的一个特许，和多数的台湾人。中毒，啊，即嘛是伤害到帝国嘅名誉，哦。阮希望你日本政府数据断行严禁，就是讲鸦片那个禁止，哦。咱即嘛讲一点政府，安尼稍微休困十分钟啊，吼，啊，大家会再讲变数一下，哈，谢谢。请起立。今日